近日 ，Angelababy 应邀前往巴黎出席时装周活动。走在巴黎街头的 Baby， 红色毛衣搭配灰色半身裙，自信摩登，随身还佩戴一副大框黑色墨镜及黑色圆礼帽，率性姿态酷感十足。而斜挎的粉色手袋增添迷人魅力，一双红黑色马丁靴更是为 Baby 的造型赋予了视觉亮点。巴黎的街头已经迈入深秋，片片红叶传递着风的温度。站在街头的 Baby， 红色杂纹毛衣与秋日红叶融为一体，热情张扬。灰色半身裙及黑色圆帽带来神秘感的同时，展现摩登女性的浪漫气质。红与黑，热情又高冷，一向是时尚标杆的 Baby 此次搭配同样是教科书级示范，在秋冬的萧瑟中活力亮眼。更多精彩请下载中国蓝 TV。